最遥远的一种相距中，明明迷恋，然而又不知怎向你形容。呆想只会越盼越痛，我怎么可得到你认同？我不清楚，不太懂。世界最遥远的一种相距中，明明情深，然而亦不敢真挚地抱拥。呆等感觉被我断送，纵使看不清所爱面容，亦未敢伸出我手触碰。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可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总相距中，明明留恋，然而让辗转的挂念破空。回忆心里越载越重，却不珍惜这一次重逢。我的思想像完全失控，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可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如果你从没开始，不会有终结。谁人在意？情在我心的深处，不可以停止。啊、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可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逃避你，哇嗨哇嗨，逃避你啊！哎呀，嘉嘉嚟咗 ，hello 嘉嘉，不可以逃避你。可爱的声音好听，多谢 Steve， 小妹唱呢一首歌啦，越唱越进步，好好听，多谢欣欣。唱得非常好听啊，好到位啊，真系嘅，多谢 Jackie， 多谢 Raymond 哥，多谢你嘅 Super Chat，Thank you。仲有风骚快活人系嘛？风骚快活人，我有听过呢一个节目名咯，但系我就冇听过呢一个节目啊。诶，多谢亮哥，多谢你嘅 Super Chat， 多谢 Thank you。Andy 做嘉宾好鬼马。搞笑，好有氣氛，勁正，欣賞佢。其實我都好中意同 Andy 一起做，即係同佢一起做直播咧，即係或者一起 on show 啦。其實係好輕鬆啊，好 free 嘅。對於我嚟講，即係我覺得係
大家对大家的信任很多啦，其实我眼尾睄一睄他就知道他想做什么，他眼尾睄一睄我也都知道我想做什么，所以呢其实是很舒服的，很舒服的整件事。耶、yeah. 求哥我这样摆呢，你的快手会不会遮住了个样子？ OK 啊，是吗？敢爱敢做，我今天的状态可能敢爱敢做不到了，我尝试一下啦，转头晏啲嘅时候好吗？因为而家就唔得啦。诶，呢首唱咗未？呢首唱咗，呢首唱咗。OK， 而家喺度剔紧啊，剔紧边个唱咗，边个未唱啊？咧，我哋就唱咗呢一首先吓。呢个系。是什么 app 啊？这首歌呢就 Andy 呢就唱得比较好听一点，我觉得车站啊，什么歌来的？车站谁唱的？明天餐厅就在快手直播，我们在快手，我们不开 YouTube 了，听日。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却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哈 ，Billy， 下次一齐唱啊！呢首《车站》合唱歌，我自己点唱？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艳形，明白是得失中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跌倒我可否去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智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有谁共鸣？唱得不是太好啊，
我都是凭听 Andy 的记忆唱出来。第一次唱啊，这首歌送给大家。是什么啊？看什么？下一站天后，多谢 Out Love， 多谢你的 Super Chat。是什么啊？讲紧啲咩啊 ，Billy？咩啊咩啊！下次同 Billy 唱下一站天后，唔系啊，我讲紧，哦唔系，你讲紧车站，唔系、哦，我之前讲紧车站，我唔系讲紧下一站天后，咩事啊？我 get 唔到啊，捞唔到，我今日个状态唔系太好啊，所以捞唔得太到啊。当年金曲金奖好好听啊，原系金曲金嚟嘅，唔怪之得啦。第一次唱已经好好听啊，多谢女版哥哥。珍重珍重，转个头下，在哪个餐厅唱歌？在一个叫做 Process Wine Bar and Restaurant， 在尖沙咀的、啊、大家可以去我的 Facebook 那里就可以看到那个、我有 tag 到那间餐厅的，大家可以看看那个餐厅的地址、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都有朋友 book 了台的了已经、啊、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听日八点钟过到你这里的，但是当然最好就是 book 位，因为那里不大，那里很快就full了、啊，如果星期六有是不是星期六讲的，我哋定系星期星定系星期，好似系星期六讲系。咁如果大家要食苹果批嗰啲，又系早啲同我讲下，因为老板娘话苹果批系好受欢迎嘅。因为如果冇晒嘅话，就要等一个钟噶啦个苹果批。多谢亮哥，多谢你嘅 super chat，thank you。车站系苏芮同埋夏韶星唱嘅，哦。系啊，我就话车站呢首歌啊，等我学咗之后同 Billy Sir唱好冇。哎，多谢建明，多谢你的、Super Chat。听 Andy 唱得多，听小米有不同的感觉。歌词很有意思，有谁共鸣？是啊，我真的听 Andy 唱得很多。我真的，如果你说我唱，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唱这个。好了，那另外刚才、也都有朋友的点歌啦、啊、因为之前另外那些呢就写低了，我就未有预备到啊。咁我哋可以下次再即下一次嘅直播再唱啦，好嘛？嗰啲我留翻下一次嘅直播啊。咁另外咧，啱啱有朋友点咗咩啊？珍重同埋嗰个感动天感动地呢两首我都识唱嘅。咁另外我唔记得啦，记得嗰啲我有识唱嘅就话我知吓。阿曹系曹女唱嘅，曹女啊。曹女，等下听下先。我以为台语的车站，哦，不是啦，应该台语很难学的，台语我不识的。啊，唔系，我识，我成日睇阿小猪的时候，佢讲咩啊？拉尔贡啊，系咪呢个系咪啊？系咪就系台语啊？即系同你讲的意思系嘛？拉尔贡啊，跟住其他就不识了。不过我听他们讲的台语歌呢就比不是就是他们的台文呢就叫是不是叫台文啊，好像不是叫台文，那些叫什么文我都不记得了。不过就都接近我们的普通话的。开始我以为爱本来会很容易，所以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放心里，直到后来有一天你和他走在一起，我才发现原来爱情不是真心就可以。我感动天感动地，怎么感动不了你？明明知道没有结局，却还是心塌地。我感动天感动地，怎么感动不了你？总相信爱。
爱情会有奇迹，都是我骗自己。上次在阿 Sir 度唱过 live band 版啊 ，live band 版都好劲噶，嗰次我都好中意听嗰个 live band 版。今日系咪用新耳机冇啊？我都系用嗰个耳机，我之前买咗个 cheap 鸡耳机嘅，但系咧唔得咯，我顶唔顺啊，所以我又换翻呢一个，好正啊，多谢。你到底我誰可以等等下等等、啊、我哋唱咗一啲、先前安排好咗嘅先吓，好快吓，好快好快就轮到㗎啦、可能几首之后啦，好嘛。哇咖喱公啊，哇咖喱公係咪哦，闽南话，闽南话係呀，闽南话。哇咖喱唱埋最后个三首歌佢吓拉屎啦。
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再见，终在两地，一生也等你。咁样，哎呀，突然间喺呢首歌入边抽离咗出嚟咯 ，Oh my god！ 啊，大家睇下先啊，睇下大家头先嘅留言先吓。多谢辉哥，多谢你嘅 super chat 吓，多谢。仲有三首歌要11:30下播，系啊，差唔多啦，啊，唱埋真系差唔多。冇所谓啦，当我哋个个识啦，当大家个个都识日本日文系嘛，但唔得喎，呢度有个日本人睇住我唱噶，我一阵俾佢笑我，唔知喺度唱乜啊！好好听啊，多谢，嘿嘿，金句啊，星昨天接咗大工程啊，玉帝叫我装卫星，孟婆叫我咩？孟婆汤里要加冰，奈何桥上要加咩？红卫兵。大工程，扯
平声，我都啱嘅 ，yeah OK 过关啊。OK good night to Yumila， thank you Josephine， thank you。歌词咧好烦，心醒啊，好耐冇听啊，唱得好正啊，你会系一颗星，多谢阿坚，多谢。星呢首歌我都好耐好耐冇唱啦，啊，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歌词，好有意思啊，好励志啊，加油 ，yeah。自助餐啊，我见到自助餐我就醒神啦，我就精神晒即刻。珍重系啊，我中意珍重呢首歌系咪？系有好多朋友都好中意珍重呢首歌，好听。你现在是一粒小米星，将来是一个巨星。多谢多谢保护的人。这首歌在中环听到瞓咗喺路，点解啊？不省人事流水，肯定饮醉酒啦你。多谢大家，多谢大家的心心，多谢大家的啊掌声同埋赞赞 ，thank you。小米，我今晚更加好瞓啦。天气渐凉，再加埋你温柔嘅歌声，多谢 Michelle， 多谢中初一听，多谢你嘅啊 Super Chat，Davy 老师，小米超频道睇唔到添，小米超频道已受到我关注，点唱明天你好飘雪，抱紧眼前人。啊 ，Davy 老师呢啲歌我哋要留待下次啦，因为我哋而家已经夜深啦，我哋再埋最后两首点歌，我哋就 offline 噶啦吓。多谢 Maple 姐，多谢你嘅 Super Chat。快啲唱下首，系，快啲唱下首，唱得好动听。明明唱完，系唱完啦，啲歌未完啊嘛。第五次唱珍重，好啦，阿伟帮我守住噶，好期待你嘅直播啊，嘉嘉。系咩？好听，多谢。我哋唔舍得你走，嘉嘉几时同小马一齐唱啊？系咯，嘉嘉几时同小马一齐唱啊？星期日见，系啊 ，Derek 就话星期日见啊，要 good night 啦。比比话佢迟啲会开播、哦，大家得闲就去听啦吓。上次比比都试过下嘅 ，OK 嘅。点啊？你嗰啲电脑 OK 未啊 ？OK 啦，系嘛？系快啲唱埋就系知道。好，而家呢首歌我听到想打边炉，点解啊？点解啊？好，我哋唱埋嗰两首吓，唱埋嗰两首我哋就 offline 啦。我哋啊，因为应承咗话唱埋就真系唱埋啦吓。原来有爱。嘉嘉未瞓，系啊！而家其实对香港人嚟讲系好早嘅啫。我寻日呢个时候已经喺床上边啦。夜已深，世界开始换过焦点，流泪了。住满海中沉淀，楼太黑，你眼睛总会有星闪，来赠我最美好的遇见。任我数每个初春变了秋分，从月缺再满一等。再等，让晚星照遍滔滔这海中心，寻觅你，只愿偏偏亦近。原来这是爱，这是你，将记忆覆盖，蓝蓝一片海，充满了期待。原来有着爱，我就会无惧。将来沿路再灰暗，从没有离开。夜已深，睡着都感染到伤感，能遇见也算一种缘分。人如沙，却听到心里有声音，提示我向你的心。
一片海，充满了期待。原来有障碍，我就会无惧将来。沿途再灰暗，从没有离开。原来有障碍，这是你将记忆覆盖。明明很怕死，竟注满能耐。原来有障碍，我就会无惧将来。无论再理智，仍没法避开。夜已深，睡着都感染到伤感，能遇见也算一种缘分。任雨洒，却听到心里有声音。似相拥极近。原来有爱送给大家。好啦，我哋唱埋最后嘅一首歌啦吓，见到大家中意呢一首歌都好开心啊！原来有爱，多谢阿伟，多谢你嘅super chat，thank you。温比亚直啊，订阅咗你嘅 YouTube 啦，你几时开播啊？系有温比亚直，你几时开播啊？我唔记得咗之前系用咩 key 添。试试去啦，唯有。等我睇下有冇写低先。等等下，等我一阵，我播首歌俾你哋听先。我睇下有冇写低先，如果有咧，咁就唔使试啦，因为。还有些事情不能伪装，别为自己设了框。我懂失去的悲伤，也懂进退的挣扎。但想起过去都是失望，又何必要放不下？是习惯还是爱？不放心还是不甘心？只有你自己知道解答。其实你没有那么爱他，真的不需要只不的梦想，自己也可以抵达。谁说一定要有他？即使你没有那么爱他，没有神仙到不可自拔。燃起了真心话，你就放。好想找个人来陪，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爱不能再沉睡，是可悲是摧毁，我不要再为谁掉眼泪。爱我才后悔，想要永久来麻醉，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爱不能再沉睡，是可悲是摧毁，我不要再为谁而心碎。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
想要用酒来麻醉，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爱不能再沉睡，是可悲是摧毁，我不要再为谁而心碎。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你到底爱谁？你到底爱谁啊？送给大家呢一首《你到底爱谁》。好啦，咁啊，今日小米嘅直播咧就到呢度啦吓。很久以前看过小米是潜力股啊嘛，多谢你，多谢你，多谢阿伟，多谢，谢谢谢希望，谢谢阿坚，谢谢，多谢阿坚，谢谢。在 YouTube 看以为是坐在这里，原来站在这里是吧？是啊，是啊，站在这里唱的、啊、多谢韦船长，多谢。唱完了我才告诉曹嘅友。好了，可以啦。嗯、啊，好像在太子见过你，是啊。谢你们，别客气哦。好，我看下大家的留言吓，看完留言我们就睡觉啦。咁啊，因为都好累啦吓。小米攞翻过嚟先，好俾我去睇埋大家讲嘅嘢吓。把悲伤留给自己啊！吓，呢一首歌咧，系蔡琴嘅一首歌啦，蔡琴小姐一首歌啦，低音咧就可以能够唱哭歌迷嘅歌。低音我要练下先得，努力去唱一下。我试下把悲伤留给自己啊嘛，系嘛？好啊，我试一试啊，我试一试啊，等我练好先，我将佢摆入嗰个歌单度吓，将佢摆入歌单度。世界上原来有爱，系啊，睇小米嘅直播会常常不断地笑出嚟，多谢小米，多谢你啊，嘉嘉，多谢。最紧要大家开心啦、啊，吓、啊，听歌都攰啦，更加何况唱嘅人，系啊，有少少攰啦，因为我今日本身都比较攰啲嘅自己。所以状态都不是十分太好啊，今日吓 ，Mabel 姐啊，小米晚安啊，保重身体啊，各位晚安啊，啊 Mabel 姐要晚安啊 ，Raymond 哥又晚安啊，一流好听，多谢 Steve， 昌昌，多谢阿伟，多谢阿伟，多谢嘉嘉，诶，等先吓，佢弹咗落去啊。小米，我数周会很忙啊，要在10月22日才可以再次听你唱歌。哦，10月22日即系几时啊？等我睇下先。哦，即系下个礼拜见你唔到。好啊，知道啦。咁你要加油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啊 ，Steve 啊。海外嘅女孩啊，不知谁有福气娶到你做老婆。Good dream， 是啊 ，Good dream， 呢粒米好快就变一粒好光嘅星星，耶、yeah ！多谢画哥，原来有爱，以前谈恋爱谁都不放不开，现在谈恋爱结婚有将来，
激起金句啊，好多金句啊，完咗未啊？而家就真系要准备完啦！多谢多谢温比阿姐，多谢温比，多谢你嘅 super chat， 多谢你咁多嘅 super chat， 多谢你吹鸡完场，小妹你到底爱谁？多谢多谢大家 ，Hello， 多谢阿 Van， 多谢多谢你嘅 super chat， 原来你默默喺度睇住我嘅，多谢你啊，多谢你过嚟听小妹唱歌啊！最后一首啦，小妹终于唱完啦，小妹早啲休息啊，你个样子已经好攰，系啊，我好攰啦，但系我头先中途咧系唱唱下咧系醒咗一下嘅，啊，而家又开始耷啦个人，你到底爱谁？当然系小妹妹啦。多谢阿伟，多谢水晶妈妈，小妹唱歌令人好舒服，好好听，晚安，是啊，晚安啊，天哥，晚安 ，good night。好啦，多谢阿秋秋，多谢伟伟伟，多谢玉英，你唱完就早啲瞓觉知道，多谢 freeze， 多谢 momo， 多谢 steve， 多谢 ching， 再次最后完场前提醒大家。支持小米的朋友请按 like 啊，是啊，支持小米的朋友请按 like 啊，记住分享，第一次来的朋友呢就订阅一下啦。小米好够气，哈哈，你眼好大是吗？晚安啊，是啊，妈妈晚安啊，晚安啊，昌昌。谢谢你的歌声，多谢多谢多谢大家来看小妹直播，就真啦，有你们才我才可以唱得这么开心的，知道吗？小妹越唱越爆劲啊，超厉害啊，劲好听，永远爱你一生一世，多谢欣欣。小妹早点休息，下个礼拜再直播，是啊，下个礼拜四啊，下我们这里，但我们过几天星期日在阿 Sir 都会见面的，如果你们得闲星期日的时候夜晚八点钟都可以上来 YouTube 这里去看看我们唱 Live 啦，有 Band 队啊，我经常都听小妹唱歌超劲。你太眼瞓了是吗？好啦，大家都喺度讲紧 good night 啦吓，咁啊 good night good night 啊，咁多位啊，good night 比比啦，阿肥仔啦，阿 Chang 啦，呢位我唔识读添，黄姓黄嘅朋友，你好，第一次见你喎，如果订未订阅就订阅下小米啊，我哋可以下次去即系一齐去听下歌咁样样啦。好啦 ，Jackie， 拜拜啦，吓晚安啦，华哥晚安啦，啊开心王子晚安啦，阿伟晚安，史提芬晚安啦，嘉嘉晚安啦，好啦，我哋大家都晚安啦，我如此读落去就读到十二点噶啦，好啦，一句啦，大家晚安啦，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今日咧嚟到小米嘅YouTube Live 啊，咁啊还有你们，谢谢大家来到小米的快手的直播。咁啊，我哋咧记住啦，我哋星期六咧系冇 online 嘅吓，我哋星期六冇 online 嘅。咁啊，嚟紧咧就会系星期日啦，小米嘅直播就会小米就会转播阿 Sir 嘅直播嘅。咁另外阿 Sir 嗰度就系直播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两边都可以去睇嘅，冇所谓嘅吓。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冇咩讲漏啊？都冇咩啦。咁啊，小米个人的 YouTube Live 呢就下个星期四才会有了，今个星期六就没有了哈，小米今个星期六是休息的，有事做啊，因为好那真的要讲拜拜了，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是咯，依依不舍都要拜拜了，我要睡觉了，因为我好累了。好啦，多谢大家今天来到小米这里，希望下次可以再见到大家，多谢，记得留言啊，记得留言，记得按 like 啊，记得 share， 多谢，拜拜。